On June the 26th, Chinese and overseas students' recital of Wang Anqi's poetry was held at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32 countries together with Chinese students recited and sang Wang Anqi's eternal masterpieces, including Written on My Neighbor's Wall, Portrait of Defu and Maud at Melon Islet, so as to appreciate the beau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中国的文化非常丰富，参加这些活动可以帮助我学习中文，也更了解中国文化。我听中国的说，我感觉非常有意思，我希望我慢慢会明白了解。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历史有很悠久，所以我中国的历史博大精深，我们已经学过就是王安石还有孔子，比如说孔子有那个鼓励他们礼的思想，就是怎么尊重你的父母，我慢慢理解他们的。中国的悠久的历史我觉得特别吸引我，我觉得学习古文的时候我也会学中国人的人生的道理，这山不在高，有仙子林，水不在深，有龙子林。就是虽然房子不太好，但是我还是有地方可以住的。所以我觉得生活中也应该是这样，无论情况怎么样，你还应该找到地方可以让你也比较快乐。你一直从古代到现在，而且现代的人也很珍惜中国以前的文学，所以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古人他们对生活有什么看法，然后他们对自己的性格对美的有什么理解。我就觉得什么样的土地能够培养那么多的伟大的诗人，其实有就是像曲江行的想法，希望会有机会的。